谢谢他们来，一二三，不是谢谢他们，是一起说谢谢就好了，一二三，谢谢。啊，你们怎么没有掌声鼓励？啊，我们要来颁奖了，礼物在那边，来排队下去领礼物哦，在那里。好，在那边走，慢慢走。好，那台下刚才有谁唱的最大声？那里，那里。我有看到一个弟弟，穿着黑色灰色的条纹，啊，唱的大声来送给你。还有谁？啊！灰色衣服的妹妹，这边手上有条纹的，恭喜你。还有谁？粉红色水连身衣服的妹妹来送给你。好，那我来问问题了，手放下来。我今天有带礼物来哦，你们有看过悠悠 TV 吗？在悠悠 TV 里面有一个跳舞唱歌的节目啊，叫做什么？谁知道？你也要？你不是才刚拿到而已吗？我还送一个小车车给他，对不对？男生用麦克风大声的说答案是，谢谢你，答对了送给你。好，爸爸妈妈有跟着一起看悠悠 TV 吗？有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今天有准备悠悠给你的专辑，爸爸妈妈。